失控了。Jack。等下班中。谢谢安博帮我上了一课，是吧？明天考核，加油！我等了你两个小时了，你今天也出来的没出来？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在工作。别的同学一有空就回来找家长，但是你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有，你有吗？你只有回来找零食。可是我来了吗？你来了是不是有没有零食可以吃？对不起啊，别把我变成坏人啊！我也不知道你们来，我刚刚也在，我没有我的手机啊。手机呢？我在放在沙发上，在教人怎么跳舞。明天人会考试啊！你有考吗？没有啊。很理直气，你病好了之后很理直气壮啊。那怎么让你心情好？没有吗？那你为什么骂我？我没有骂你，因为我们太想你了。你眼睛好多了吗？应该好很多。我觉得明天那个热敷那个东西帮助很多。啊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哎、okay. 我每天在擦药。OK。嗯。你是跟每一个碟都say bye bye了吗？我现在下班。